海上哥晚上好，昨晚干坏事吧？海上哥，我昨天晚上没有干坏事。海上哥，我怎么可能干坏事？这搞笑了不是吗？昨天晚上不是我的错，请相信我，不是我的锅。哎。算一下价钱啊，是10块、二十、三十吗？记住了。还，大侠哥，我也记住了。我想问一下你之前是汪海林。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是不是因为你的名字里有海林两个字？是不是因为你名字里有海林两个字，所以你有一个外号叫海大侠？所以人送外号海大侠。谢谢海上哥的心心相印，攀枝花 ，so this man， 感谢海上哥的心心相印。感谢海上哥，你当兵在山东。感谢海上哥的小画家。这不是不可以，可以的，那就不能。欢迎伊尼始于初见，一天十几千，大老爷。一会儿我到家了，第一件事情就应该实现我的承诺。吧唧亲三口，亲一口是吧？我第一件事会把你们放下，然后上去亲一口。海上哥出了一个平栏，之前好像是几十块钱，出了一个平栏，几十块钱。留在部队，现在57士官。留在部队，拍大笑。留在部队，现在就是57士官了。57，所以大小哥，你现在是在部队？你现在是在部队吗？300出的你都记得？没有那么多，有那么多。我记得当时可白了，几下就出了。哦，300块钱出的。我记得这样好，几下就出了，卡卡的，香的鸭皮。好，退伍了。那当兵好不好玩？哎，你们部队有女兵吗？部队有女兵没有？就比如说，好不好看？就比如说你们在部队的时候，有没有去找女兵啊，跟他们聊天啊什么的？
你在部队种菜、养猪、炒大锅，天哪，这是个肥差！我跟你说，你竟然是掌勺的，你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吗？你竟然是掌勺的。Hello, Madam. Okay.240 baht together. Outside, morning curry, spaghetti. Okay, spaghetti. 啊，这是一个菜， okay. 两个菜。啊，这你来忙啥？一起的吗？这是一起的吗？啊？你这菜是？哦耶！啊？耶，跟姜。啊。这不一样哎，当地购买的。他说这个是一包，这是一个面，这是一个面。然后这是一个菜加一个，这是一个菜加一个面，海上兄。好啊。不开心都放辣椒算不算报复？算，那必须算。那必须算。哈哈。Hello, how much? 240 baht. 240. 200折。那哎，真的错了。OK, 你当哎你哪里？240，好，260。250。啊，250啊，妈。Hello. Two water. Two water. Okay. Big. Okay. 40 baht. Two water. Big. Okay. Two water. Bigger. Bigger. 这个他听得懂。一单变280。来。怎么样？我就问你，虽然我的英语不咋地好，但是我还是能沟通的。我跟他说要一个大瓶的水 ，two， 两个水，大的 ，bigger。OK。OK。啊。买千金。OK. My change. Thank you. Okay. Okay. Thank you, madam. Thank you. 谢谢你。下次再来。OK. 啊，再见。好。我们走吧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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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下次是猴年马月，下次很有可能是一会儿我就来了，下次很有可能就是一小会儿的问题而已。回家了。我是打了几年工了。欢迎老边呐。这里还有洗衣服的。好像是黑了。
手机没调好。嗯，我也觉得是手机没调好。你看，这边人还是挺闲情逸致的。这手机显得我特别的黑。啊，马上回家了，我们来了这么多吃的，今天是个充实的一天，今天是一个充实的一天。我昨天晚上把那个大象的那个东西视频剪了好多，剪了好几个，但是我发不出去，他说我格式不对，我有点难过，他说我格式不对，真的很无奈。走吧，香蕉啊，这个20块钱是不是？我们买一点这个回去，好吧？萨瓦迪卡！为什么我找不到我家了呢？怎么这么晚，这么走还没到家？这是吗？啊，是。Thank you. 20块钱，20块钱就是4块钱，这么一大把香蕉才4块钱。Banana， 你怎么想的 ？Banana， 好像是。Banana。哎呦，完了，我是认错路了吗？我怎么找不到地方了？我走了那么久，为什么我还没有到？我都要冲出去了，我都要走出这个巷子了，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我家？完了，Where should I go？ 我应该问个路的。我完了，我他喵的，我怎么走？我本来就是路痴啊，我都凭着印象走。完了，我给他看一下我的房卡，我应该给他看一下。Hello， 不要急嘛，我们先吃点再走。幸亏是我一个人在走，如果是我跟师傅在走，他已经急得冒烟了。对不对？嗯，还有最风的风。
先吃了再走。嗯，不是好人。嗯。问一下路吧。Hello。Hello。不要了。啊？等我。师傅，你干啥去呢？我回家呀。回家呀。我在问路啊。我要去外面逛一下，你要去吗？我要把这拿回家，家在哪？家在哪？走到那边，然后右转过去。走到头吗？走，不用走到头。我买了饭。不是有一个。我给你买了饭。但是我现在想去外面逛一下，我不在酒店吃。那你要吃这个吗？嗯。你现在回酒店吗？嗯，不然的话我们带着东西不方便啊。那你还要出去吗？等一下。到时候再走走呗。那你回酒店，我准备去你慢路逛一下。好，你去吧。嗯，酒店就在主要在前面，不是有一个那个？我现在不吃，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红色、白色、蓝色的墙吗？就那片彩色的墙，我们那天在那拍照了的，就在那个彩色的墙右转过去。前面我不知道走哪里转。嗯，就前面那个路口，我不知道走哪里转。前面有一片彩色的墙，我们在那里拍过照。好好。从那个彩色的墙那里过去，你在前面，你看那个彩色墙，然后右转过去就好了。好好好，拜拜。嗯，好。那我们就回家吧。哎呀，钱丹老师不要忘记，我怎么忘记给他亲一口了呢？靠，走吧。遇事不要急，不要慌，你先冷静一下，想一想，这个东西怎么弄啊，对不对？你慌慌张张的。对不对？也没对吧？走吧，慢慢走，没有什么事情的。走，欢迎一条狗临死之前竟然怎么着？红色、绿色、白色的墙，那我们就去找墙呗。嗯，我没有手了，我只能用嘴巴去弄这个了。请用礼物是吧？这个主播，欢迎冰冰师娘，欢迎 Ricky 师娘。没事，日子还长。冰冰师娘，你刚刚是不是在师傅那儿？你刚刚是不是在师傅那儿？所以刚刚就好巧不巧，我他妈碰到，师娘喊喊，我们走，红色绿色的墙。我说我几步就到家了，怎么那么久？看这个红色的墙到了，师傅坐车去玩了，师傅坐车要去溜街。他去溜街了，我回家炫一桶面再说。我们先走。欢迎那个曾辉27。我有房卡吗？我没有房卡，但是我有 waiter， 我可以喊 waiter， M102， Can you help me？哎喂哟，萨瓦迪卡！我还跟你说谢谢你。我他妈了！Can you help me, waiter? Can you help me, honey? I will say
萨瓦迪卡 to you。哎，走。萨瓦迪卡，那就行。OK。萨瓦迪卡。哎，俺们到了，到家了，就这几步路，算什么事儿啊？真的是，嗯，多大点事啊！我的卡，嗨 ，Hello， 哎呀，你上班了？不 ，Are you on？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Oh yeah, I'm nice to meet you again. Yeah, yesterday is not you. Yeah, isn't you? I'm you. Yeah. I'm very miss you. Oh, come on. I have.Thank you. 嗯。哎，怎么样？还是可以的哈。欢迎喵喵。萨瓦迪卡。